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，想知道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。你有饭吗？你是什么呀？我儿子还没来，叫我儿子吃饭。哦，最后一个人默默站上场，过去没有人识。干嘛？你坐我位置干嘛？走走走走。呀，还有荷包蛋呢，我最喜欢吃的。你吃什么呀？给我儿子吃。给我吃的。妈，这玉米夹馍好像也不够哎。不给，不够儿子吃。不够我吃。亲生的就是好。明明是我蒸的，怎么一个都吃不到？哎。妈。妈，这什么？这给我的吗？小鸡炖蘑菇吗？嗯，好香呀。小鸡炖蘑菇，一小鸡炖蘑菇，谁吃这个玉米夹馍？来来来，给我吃。你这个玉米夹馍，来个蛋，来个菜，都给你吃。来来来，都给你吃。我也想吃小鸡炖蘑菇。你是怎么吃啊？我妈给我准备的，是吗？妈，那我吃了。等一下。哦，对，这小鸡炖蘑菇啊，要焖一会，焖一会才好吃。有人。再说，这还是外面的哈。瞧你这德行。那你吃吧，你吃不吃啊？这个跟这个全部不吃了，不吃，都给你吃，今天便宜你了。但是妈给我准备的小鸡炖蘑菇，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。今天看为娘怎么治你这吃独食的毛病。真香！这个玉米夹馍夹着梅菜扣肉吃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瞧你这吃相，给本王子都给看饿了。吃这么香，妈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吃了。哎呀，你先吃什么？等一下。哦。好险了，差一点儿媳就没得吃了。太好吃了吧？哟呵，今天这顿没人抢，吃得好踏实啊。老公，你怎么还流口水了？为了我的小鸡炖蘑菇，我必须忍住。哦，快点吃啊，吃这么慢。大家搬好板凳，好戏马上要开始了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那、啊、我吃了，我吃我的小鸡炖蘑菇了，再馋死你！啥情况？妈，怎么是个土豆啊？你怎么跟你原来吃土豆啊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不是，你这个吃独食的家伙！你煮粥的吗？人家老婆，人家老婆关你屁事啊！老公吃饭了，快点！啊？不是啊，你怎么又穿个睡衣啊？土不拉几的。在家不就这样吗？家不穿睡衣穿什么呀？你看看别人老婆每天早上起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亮的，让老公看得也舒服，再看看你就不学着点吃。这鸡爪怎么这么辣？鸡爪只有辣一点才好吃。不是啊，你不知道我最近肠胃不辣吗？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你还做这么辣？赶紧去涂一涂，换点糖解解胃，这怎么吃不下。你看看一下人家老婆哪里知道我肠胃不好还做这么辣吗？还有这小白菜，你干嘛放红辣椒炒？你把那个白菜的本身的味道都炒没了。白菜谁放辣椒啊？你以前不一直都喜欢这样吃啊？我最近肠胃不大好，你也学学人家老婆知道吧？人家知道老公肠胃不大好，就不会做这么辣的菜，懂吗？还有再去搞个汤，搞个汤，都没有汤怎么喝？大冬天没有汤怎么吃饭呢？赶紧去，来汤。对啊。哎。
就是这么个娘们，这么蠢。啊！你不是酒喝多了肠胃不好吗？咋还全吃了这么辣？赶紧过来！不是，你怎么了？紫菜蛋汤。别人老婆都知道自己老公辛苦了啊，搞个什么猪肚汤，或者是小鸡炖蘑菇或玉米排骨。你好啊，搞个那个紫菜汤来敷衍你老公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没买吗？不是，一个人给你几百块钱生活费你不够是吧？你这样敷衍我，赶紧拿个勺子，真太蠢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想烫死你老婆，那吹一下，吹一下端过来呀、啊！真辣！我相信是这样，把我拉走，然后把我的家产全部转走。你怎么这么歹毒？啊，干嘛？把皮剥了，还我自己动手啊？人家老婆都知道，老公吃完了饭要吃点水果，要把皮剥好给自己老公吃，因为老公在外面辛苦了。你呢？怎么跟个猪一样啊？怎么这么蠢呢？啊？你主动的吗？人家老婆关你屁事啊？啊？人家老公还是大老板呢，人家老公一年挣几百万呢。你呢？一个月拿着3000多的工资，还在那逼逼赖赖、挑三拣四，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滚！岁月匆匆，风多少故事留下灯火。别吃，吃鸡腿饭。妈。你又想骗我是吧？我才不吃呢，真是的。你真不吃啊？真不吃？吃不吃了让你吃。我今天再换过来，我就是猪。那我吃吧。要妈，真的有鸡腿啊？啊，我还吃鸡腿饭吗？这又讲我。我也想吃这个。你吃怎么吃啊？我才是妈的宝贝儿子，当然给我吃啦，是吗？那我吃了吗？等一下。啊？哦。这还有个外人是吧？这他又流口水抢我东西吃，那吃完我再吃，那好香。儿子有肉吃，可高兴了。我这个吃完了，我还想吃一个。你吃怎么吃啊？我老妈给我准备的。今天你就吃这玉米夹馍，这鸡腿饭是我的，还这菜都给你吃，快吃。还抢我的鸡腿饭吃？这些你全部吃？全部吃，今天便宜你了。今天儿媳可以饱餐一顿了。那你吃吧、哦、你不吃啊？感觉今天的玉米夹馍特别好吃。想想鸡腿饭，本王子好久都没吃了，甚是期待啊。好久没有吃的这么踏实了。这小子被馋坏了。吃这么香，我也吃一个。等一下吃鸡腿饭。哦哦，对对对，他吃饱了鸡腿饭吃不下了，他又便宜你了。有人对，妈吃鸡腿饭了。好险了。这个玉米夹馍看着还挺不错的，这娘们今天可捡了个大便宜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儿子吃饭倒是很有规划的，中午还没开始吃，
晚饭已经规划好了。有人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妈，那我吃的鸡腿饭呢？嗯。哎。嗯。哎。嗯。这什么鸡腿饭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要不对你老婆好点，骨头都没得吃，滚！这都给妈吃了。什么给妈的？我都不够吃，给她干吧。来，饭来了。我吃个饭。我那边。来，一人两个。啊、妈，你这样分我怎么够吃呢？来来来来。分都不会分，你留两个给妈吃啊？什么留两个给妈？我跟你讲了，我都不够吃，给她吃干嘛呢？真是的，来，这饭够吃吗？饭说够也不够，不够，我就倒给你吃。What？ 啊，谢谢妈。那你这个也别吃，别吃了，不够，把这个吃，快点，桌上吃的。好心疼儿媳呀。这男人就是我当初不顾父母反对要跟的人，现在应该是报应来了，姐妹们挑男人可要擦亮眼睛。哇，全部被他一个人吃了，那我们俩吃什么呀？等着，还有。妈肯定是给我准备更好吃的去了。先来根香蕉垫垫肚子吧，说不定今天就要饿肚子了。哎。今天的鸡蛋有点少啊。没事，下次注意点是吧？看什么呢？嗯，看着挺好吃，挺香的，我也想吃点。关你什么事？哎，我炒的饭一口都吃不上，这里和谁去说啊？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？嗯，挺好吃的。别动，这是给我们的。哼，谁稀罕呢？难道真的有好吃的？不行，我得瞧瞧。嗯嗯，哎呦，生气啊，妈。这是给我晚上准备的是吧？嗯，下酒菜是吧？没有我就放心了，可以踏踏实实的干我的饭了。孩子，地下的钱是不是你的？嗯，啊，哪里？坐底下，坐底下吧。坐坐坐吧，坐旁边吧，坐脚凳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找一下。没有看到啊。哦，那是我眼方没看好。哎呀，耽误我吃饭。给你买个眼镜戴以后。嗯，是。你说等下这头看到我们吃烧鸡是什么反应？啊，你还别说，今天这个炒饭挺好吃的，厨艺有长进了。是你炒的吧？他炒的。啊？你炒的呀？哟，没看出来呀，哼，炒的这么好吃啊。啊，这个蛋炒饭里面啦，因为加了外婆菜。外婆菜。嗯。我爱吃，下次多买点。晚上再给我捞一盆，知道吧？好的。晚上你不是要吃生鸡吗？痛快！吃饱了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吃你的鸡。对，给你烧鸡啊！烧鸡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哎，那个吃什么？妈，我们吃。你吃什么吃？我儿子来了吗？叫我儿子吃饭。好。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，难道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？不是反复奔波。哎妈，你坐我位置干嘛？走走走走。不是啊，我的金饭碗怎么在你这里啊？你配用金饭碗吗？给我吃。哎妈，这什么焖的羊排啊？
啊？为了羊排啊，为了羊排吃这个米，吃这个白米饭呢、啊。今天、啊、我吃这个没羊排，哎，都带给你吃，这个多给你吃。我也想吃这个羊排。你是怎么吃啊？我妈给我准备的。你这个外人，真是的。妈，那我吃了。等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吃，等一下这娘们又抢我们的吃的，哼，那你吃完我再吃。瞧你这德行，亲妈看得都烦。那你吃吧。哦，你不吃啊？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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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这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感觉今天的羊排格外骚。妈，这个好骚，我忍不住了。哎呀，你急什么急啊？等一下。哦。好吧，算你识相。慢点，过来。哎，我吃了，妈，那我吃了啊。哎，嗯，怎么是清水啊，自来水啊？妈，你什么意思？给你宝贝儿子吃自来水是吧？你这什么事啊？班不上，天天在这睡觉。不、哦！妈，可以接我儿子洗脚吃饭。哦，好。有时候会感到无比的难过，直到这一生到底是……哎妈，干干干嘛？怎么竟然都给他吃？走走走走！哦，哎呀，你怎么给个外人吃蛋了？真是的，这什么？妈，这怎么样？肉啊？哎，哟，土豆啊？哎，你吃这个东西，都给我吃，土豆给你吃。我也想吃蛋。你是什么蛋呢？哼，啊，给你吃一个吧，不问了，来。想得美。你怎么蛋给一个外人吃？真是。我看该不闹的是你吧，要老娘圈套了吧。今天的鸡蛋有点少啊。妈，要多鸡蛋多煮点，知道吧？一天到晚想着吃，看看你自己胖着，还找得到自己的脖子吗？嗯，老公，嗯，你这个蛋炒饭看起来挺好吃的，给我吃一点吧。一会儿啊，我有好吃的，我也给你分一点。你想得美，你的土豆啊，那土豆我才不吃。哼，你别笑。走开，没有你的份。哼，我可给你机会了，等下别说我吃独食。嗯，这娘们还藏了私货啊。不是、啊，就两杯啊，我没有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有东西吃吗？你这么说，来来来，快快吃吧。就没有儿子不想吃的东西。嗯，这么好的孩子，这么好的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给我。他都不给妈的。哎呀，不要给妈，妈不喜欢他。臭小子，没看到妈都喝光了吗？嗯，怎么有股肉香味啊？妈，你过来真肉啊。猪鼻子还真灵啊，但是今天的肉跟你没缘。哎呀，老公，嗯，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这个你确定不吃啊？吃什么？这生土豆吃什么？你吃，自己吃，真是。这你别笑，别后悔哈、啊，不准抢啊！呀，烤肠还有羊排啊！哎呀，我的，喂，那个自私鬼！嗯。
老公吃饭了。来、嗯。你今天吃包子？你昨天晚上不是想吃包子？我今天又想吃米饭了，你去给我弄米饭来。去。来份炒菜，这个菜不够了，来，快叫，炒菜，什么意思啊？剩菜吗？昨天晚上剩的。不是，你让我这么大个老板吃剩菜啊？重新弄，快点重新炒完，炒下饭菜。你太不懂事。这什么？酸菜、小笋、木荷包蛋。嗯，看着还挺不错的，挺好吃的，这是我的。你吃这个包子，这米饭打的太少了，你都给我。你吃包子去了。这个不错，我想吃，这不还过年了吗？到时候多买点啊。好。刚完起了，去了，我睡觉了。菜来了。老公吃、啊、啥情况？婆婆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在干嘛？儿媳妇看好了，先把肉肉藏起来。哦，婆婆是要给老公一个惊喜吗？先给老公吃饭。婆婆对老公真好。老公吃饭。什么？就一个菜啊？没有肉啊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重新做，重新给我做。早猜到了。老公，这个饭你不吃啊？不吃，你吃，听不懂说啊？我要吃肉。我可给你机会了。那我先吃。菜来了。哟、哦、哟，这么重啊？妈，这什么？你也吃的。没咬到啊？哦，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抱着个手机玩游戏，不顾正业，今天替儿媳妇出出气。儿子，帮我拿个香蕉。你自己来，没空。咦，
儿媳妇没有白疼，臭小子，今天你就吃手机吧。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今天的梅菜扣肉真香啊，根本吃不完呀。这个糯米笋拌饭也太好吃了吧。嗯，真香。嗯，你几辈子没吃过饭了，吃这么香，一大碗都被你吃完了。都把我说饿了。吃快点啦，饿死了我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吃饱了？嗯，吃饱了。吃饱了我吃了。吃饱我吃了。吃我的羊排。一颗小土豆。妈，你怎么？你这什么事呢？快出来去！来，妈，我们看这个。啊！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答应。妈了吧你！你一个人全吃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也饿了。行啊，那这样子，来。把挡住，挡住就不饿了。啥子？挡住就不饿了？看不到。儿媳等着。嗯？哎，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他们看到我吃东西会饿，所以把他挡住。妈，你拿着。好，我拿着，这样儿媳妇可以放心吃了。有人。嗯，真香。来自婆婆的爱，好幸福啊。哎妈，怎么有股肉香味啊？哦，是你心理作用。你把红薯擦掉。对，把红薯擦掉。好险啊，差点露馅了。猪鼻子还真灵啊。你别笑。今天的饺子甚是美味，不知道这盘能不能吃饱。在老公眼皮子底下偷吃，这也太刺激了吧。哎呦我的妈。婆婆今天做的这个糯米笋炒肉又嫩又脆，也太下饭了吧，今天必须来上三碗米饭。儿媳妇慢点吃，有婆婆在没人敢抢。妈，我吃饱了，可以拿开了。嗯，糯米笋还有鸡腿，你怎么有鸡腿啊？我不知道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鸡腿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鸡腿啊？嗯，啊，我是忙，我看电视。这谁鸡腿啊？哇！岁月匆匆，像春风，多少故事。你懂不懂规矩？叫我儿子吃饭。谁能无悔？谁能无泪？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，相聚分离了无事心痛，多少无奈。哎妈，懂不懂规矩？坐这里干嘛？坐这我的位置。嗯，哎妈，这里面是怎么的？你也吃的哦？爱吃这肉是吧？那我吃这个肉。这是妈给我的。什么妈给你的？肉当然是给我准备的。你吃这个面条。哎，这鸡蛋也给你吃。我也想吃这个。你吃怎么吃啊？我不跟你讲了，我妈给我准备的。真是的，妈，那我吃了啊。等一下，有人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等会再吃，等下这娘们又抢我们的。笑笑鬼。臭小子，今天老娘教教你怎么对老婆。吃独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嗯，哎呦我的妈。
原来婆婆把肉都放我碗里了。开心。这个肉闻着真香啊，果然亲生的待遇不一样。妈，我好饿啊。要不这样，你就帮我冲一这个黑芝麻来。啊，这不是我买的吗？什么你买的呀？这个家里所有的吃的都是我的，懂不懂啊？臭不要脸。妈，谢谢妈。先暖暖胃，待会好吃肉。嗯，你不知道，给妈拿一杯。嗯，妈不喜欢吃。有点想动手了。哎，这个不，哎，留着我上班的时候吃。这个留给妈。什么留给妈？你给妈，妈爷爷给我啊！真是的。What？ 这么笨。真想把你塞回我肚子里去。嗯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哼，吃饱了，我要吃我的肉了吗？哎，怎么是骨头啊？肉了吗？肉呢？打他！喂，快点吃筷子，吃了还是肉？哎，这是妈的。什么妈的？我都不够吃，凭什么给他吃？还不赚钱？哎。来来来，吃烧烤来。烧烤吧。妈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烧烤啊，烤肠我最喜欢吃的。有烧烤吃这个米饭，米饭给你吃。我吃烧烤。我也想吃烧烤。你吃什么吃啊？我妈给我吃的，我都不够吃的。哼，你吃这个米饭。哼，妈，我想喝点，你就帮我拿点酒。吃吧，吃你的白米饭。哼，还想吃我的烧烤。来自亲妈的爱。妈，太好吃了。等一下。哇，对，我们现在打开了，他又抢我们吃的。哼，你想抢我烧烤是吧？没门。哼，儿媳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吃，今天婆婆帮你收拾他。有人。老妈跟我真是心有灵犀，我今天想喝点烧烤，他就帮我准备好了。你别笑，妈，我有点饿，我吃个香蕉，你不吃吧？尴尬了。嗯，这婆娘是几年没吃饭吗？这么来劲？今天的外婆菜炒蛋也太下饭了，米饭必须来上三碗。儿子今天只有流口水的份了。要么抢我的饭吃啊，给我。再吃一口。给我。我吃光了，真的。好吧，给我烧烤啊，你毛都没有吃。哼，不吃就不给，不给我就不给我呗。真是，我有外婆菜我。不知道有多香啊。好戏马上开始了。嗯，吃饱了？不饱。嗯，吃饱了，我要吃我的烧烤了。嗯，羊腰子来一个。嗯，啥情况？羊肉串来一个。嗯，鱿鱼丝来一个。嗯，哎妈，怎么是空的？你是迷什么？你个自私鬼。来，儿子烧鸡来了。烧鸡来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嗯、闻一下呀，真的有一股烧鸡味道。有烧鸡谁吃个白米饭？来来来，我吃烧鸡，我吃烧鸡，你吃白米饭。我也想吃烧鸡。你吃什么烧鸡啊？我妈给我准备的，你就吃你的白米饭。那你不会后悔吗？我后怎么悔啊？
我今天再后悔啊，你们所有人都叫我猪八戒，哼，真是。吃吧，今日白米饭。那你们慢慢吃哈，我去上厕所。嗯，你去吧去吧去吧，拿久点啊。你别笑。嗯，烧鸡，真香啊。你们吃我的烧鸡了，你不准流口水啊。哎，嗯，一盆青菜，妈又烫死了。来来来，我吃个我吃个，你吃个你吃个，你吃个青菜。你不知道谁后悔谁。还敢顶嘴，哼，怕是被妈套路了。婆婆得赶紧来啊，来晚了就被她吃光了，那我可就要饿肚子了。嗯，你说都是我的，你挣的青菜。我不吃香蕉。先垫垫肚子吧，我感觉婆婆是故意说去上厕所的，等她家这头喂得饱饱的，可能就过来了。有人。今天的糯米笋尖炒肉还是很美味的，要不是我聪明机智，就被老妈给套路没了，哈哈哈哈！妈真香，哎呀！我估计那婆娘的口水都要用盆来接了。快过年了，到时候多买点，知道吧？行。确实好吃又下饭，感觉今天的米饭少了一点。吃完了。哎，儿子，你这个烧鸡怎么不吃？吃什么烧鸡啊？这青菜你还忽悠我，真是。不吃，儿媳你吃。妈，这个青菜叶子我也吃不下了。谁是青菜？把它开开。啊？哇，这就是烧鸡啊！大烧鸡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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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毒死的家伙！嗯？来，饭没了，妈，还有蛋吧？我最喜欢吃了，是给我儿子吃的。哼，给我吃的吗？哼，妈，这玉米夹馍好像也不够吃。
我给都给我儿子吃。What？ 都给我吃。妈，你传给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等着，我去担。还好婆婆疼我，要不然这个家真的没法待。哎，妈，这是给我准备的吧？哟、哦，还真有妈。水都倒白菜呀！你看我妈多大方啊，给你准备了一大盘，吃吧。妈，这是落井下石啊！外人。看来我在这个家真的是个外人。儿媳妇，先委屈委屈，今天妈帮你出出气。有人。玉米夹馍夹的荷包蛋，再来片火腿肠和萝卜丝，这一口下去别提有多带劲了。老公吃的好香啊，不知道会不会给我留点。这香蕉什么？我知道，这是白菜，吃啊。有人。真想抽他。真香，这也太好吃了啊。哎呦，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，你俩一直盯着我干嘛？你们放心，我不会不好意思吃的。哈哈哈哈。这你别笑。啊，坐下转一下眼睛吧。看就看，不要流口水啊。都吃完了，以后谁再说我儿子没本事，我跟他急。有人。儿子吃饱了呀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请你吃。你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你的青菜。爸，来看看。你爸来看看。上面有啊。哇，妈，大烧鸡啊，谢谢。大烧鸡，妈，你大烧鸡看到不啥都凉水，你不给他吃，给外人吃，给我吃。你吃什么吃？给我干，你别欺负我儿媳。老公，吃饭了。哎，快点。不是，包子这怎么吃？就这样吃啊。哦，对了，配这个萝卜干很好吃。你做的太大了，一口吃不下。分成两口、三口啊。分两口、三口吃怎么过瘾呢？这样，你给我同情弄，反正小小的，一口一个那种。去，这个我吃不习惯。哦。这包怎么做的？怎么做蔬菜的？这怎么包？这做肉的。肉包出来。嗯。哎，搞杯水过来。你也水。这你别吃，这我喜欢吃，它挺好吃的，肉包，配这个萝卜干。那我吃什么呀？你这是什么肉啊？这哪问？哎，你这。
老板，这个萝卜干挺好吃的，你赶紧跟哥哥姐姐介绍一下。啊？嗯，你看着干嘛？吃，吃，这配萝卜干特别好吃。什么情况？忙活了半天，就吃你剩下的，吃你不吃的啊？你咋这么自私呢？滚！妈，还有蛋呢，我吃蛋。我儿子还没来，叫我儿子吃饭。啊。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点亮。哎妈，你干嘛？坐我位置干嘛？走走走。嗯？吃个蛋，给我儿子吃的。给我吃的吗？妈，这个饭好像也不太够哎。我给这个儿子吃。嗯，差不多。婆婆今天是怎么了？我妈咋不见了？应该是去帮我准备好吃的了。来，儿子吃烧烤，那个烧烤。烧烤？真的假的吗？嗯。真的烧烤啊？你烧烤是白米饭，来分一分给你吃。我也想吃烧烤。你这怎么烧烤啊？有白米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有这菜都给你吃，来，快吃。来，这里面有没有羊肉啊？烤鸭子有没有？都有啊，又有没有？有啊，那我吃了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这还有外人，要不瞧我们吃哈？你别笑、嗯，好烧啊。儿子的想象力还真丰富，嗯、今天帮儿媳妇治治她这爱吃独食的老公。嗯，这老妈是怎么做的菜？怎么一碗光秃秃的梅菜？梅菜不应该蒸肉才好吃吗？这么香！哎，我先吃个香蕉。这小子要流口水了，儿媳妇得抓点紧，被这小子发现了就没得吃了。妈，妈不喜欢吃。你还真会替为娘着想啊！妈，我都看饿了，要不这样，我就吃一根羊肉串，好吧？哎呀，别急！叮叮叮！哦，好险啊！这个糯米笋妈炒的也太好吃了吧！哇！你看，你自己一辈子没吃过饭了，这么香！哦，你不懂，这个糯米笋呀、啊，特别下饭。哟呵。媳妇抓点紧，这小子快顶不住了。你说我干嘛？好啊，来我烧烤啊，猪菜都没你的份。嫁给你十年了，就没有吃到过你的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饱了？吃饱了，我吃了，我吃我的烧烤了。哎，嗯。青菜空竹签，妈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哎，这个自私鬼！啊啊！你干嘛了？刀子！给我关刀！我关。啥情况？都给我！嗯，都给你。这个蛋也给你。这个辣椒酱也给你。不借老婆，你是不是尝什么好吃的？没有啊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来来来，对，哎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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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吧，要不这样，老公。怎么俩一起吃，谁也别抢谁的。哦，行行行，来来，那你先吃，来先吃。哦。陈老婆，来来来，多讲多讲。这娘们搞这么神秘，肯定有好吃的。哦。你吃包子。今天必须把媳妇照顾好，这样才能安心吃好吃的。我待会再吃。今天我就算口水流光，也不可能会吃包子的。
有点顶不住了，先来根香蕉垫吧垫吧。感觉肚子没有那么饿了。包子配着这个豆浆还真不错。嗯，真香。为啥口水会忍不住地流下来了？嗯，你干嘛？嗯嗯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好东西必须给他顺走。今天这顿吃得好满足，好踏实啊。这婆娘总算快吃完了，马上可以吃好吃的了。哎呦，尿尿尿尿尿尿尿。哎呀，娘娘，嗯，哎呦，娘，吃饭了吧？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？嗯嗯，吃饱了。那这个好吃的你还吃不？不吃了。不吃，那我吃了啊。你吃吧。嗯，啥情况？清水煮蛋壳。老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套我是吧？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哦，那这么自私，你还是人吗？老公，吃饭了。哎。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玉米夹馍。玉米夹馍啊，嗯，老婆，我今天想吃肉，怎么没有肉啊？嗯，你炒个呗，炒个辣椒炒肉。好。哪里？这个辣椒蛮好吃的，谢谢你说。哎，就稍微有点辣，你就帮我拿点水吧。帮我拿点水。哎。哎，肉给我吃，我卷着肉，你吃辣椒。哎，这个你别吃，这个我也喜欢吃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呀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再来一口。肉炒的太少了，都是辣椒。怎么了？开始分析。这你要这么……哎，嗯，行。我拿纸。啊？拿纸。嗯。嗯，走吧，这草莓是挺甜的，那给你的。是啊，好甜的。打他！懵了吧？忙活了半天。我就吃你剩下的，吃你不吃的呀！啊，那这么自私，你还是人吗？啊！
下辈子不一定。儿子终于又犯了，所以我很真心不敢答应。来，给主持人烧烤。烧烤，妈，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我才不吃呢。这是炖的一碗，这就是烧烤碗。有烧烤，来这个米饭给你吃，我吃烧烤。来来来，倒去。哎，便宜啊，真是的。你这个不吃啊？不吃，有烧烤谁吃这米饭呢？今天便宜呢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今天再后悔啊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肉猪。吃吧，便宜了。你就等着后悔吧，你这头猪。嗯，真香啊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又逼我干？我不是不是，来给你给你吃，又想骗我距离吃是吧？哼，好险啊。都把它倒碗里稳当点，这样谁都吃不到了，白白损失了两个鸡腿腿。妈，你饿吗？出来，来吃个香蕉。看我家这头吃这么香，谁能顶得住啊？有人。喝口小水歇歇，继续享受美味。哟呵，可以呀、啊。妈真香、啊、确实不错，今天给本王子吃开心了，哈哈哈哈。吃饱了、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来请你吃，你吃吧。哇，大烧鸡，大烧鸡还大烧鸡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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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答应。妈，还有酸菜小笋啊，我最喜欢吃了。你吃什么吃？我儿子还没来，给我儿子吃饭。哦，先把儿媳支走。哦，最近那小子天天吃独食，儿媳妇都吃不上好的。今天我这当妈的得教教那臭小子该怎么疼老婆。不行，那小子太狡猾，得来个局中局。你别笑。哎，他妈，你坐我位置干嘛？哎，走开走开走开！这么晚饭了，真是的。哎妈，这怎么还有骨头啊？这里面有肉是吧？有肉你不给我吃，给他一个外人吃干嘛？真是的。来来来，这肉给我吃，你这个米。好戏开始了。我也想吃这个肉。你吃怎么吃啊？一个外人，我妈给我准备的，是吗？有人。你想。怎么了？还吃得惯吗？吃得惯，吃得惯。白米饭吃不惯了？吃得惯。吃。我给妈准备的大鸡腿又被这头给霸占了。唉，原来婆婆把大鸡腿给我了，那她那里的就是骨头了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儿子，你别看了。对，白米饭有什么好吃啊？亲生的果然不一样，哈哈哈哈哈！感觉今天的鸡腿卤得特别到位。哟呵，妈，我先尝一个。嗯，鸡骨头。妈，又套我是吧？我要还给我，还给我，你吃这个。啊！一天到晚玩套路，
我就知道你看到肉就来劲，得亏我留了一手。看着不看着，就还有一个呢。还好我机智聪明，要不然这个酸菜小笋拌饭就到别人肚子里去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香了吧。你俩真悲哀，口水快咽光了吧。哎妈，别说你今天炒这个菜还挺下饭，挺好吃的。这个呀，是你老婆炒的。你炒的？最近厨艺有长进呢，在哪练过是吧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小笋呐，它怎么炒都很好吃。我炖都还没吃完，过年吃什么都想好了，真是人才呀！哎呦，宝宝，你吃饱了呀？嗯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该你吃。吃吧吃吧，这都全是骨头了吗？这骨头这上面不常有肉吗？来来来，啃一下，来来来来，那个虾米，虾米，哇，妈还有钱呢，还有钱呢，这钱谁的呀？他的私房钱，我的钱呢？给我给我，哎，你等，好。